儿子，拿来嫣然。3年之后，我会再上云岚宗挑战你。到时候，你们对萧家的侮辱，我会一模一样、一模一样的全部还给你们。记住了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我齐招。斗不过他的。Yeah.
我也杀得了他。醒了，我死了，死了，都让龙蝎炸成筛子了，再不死也说不过去。那我岂不是得跟您一样一直待在这儿了？跟我待在这儿有什么不好？我可以教你斗气吗？我死都死了，我还学什么斗气啊？我就想教你，怎么样啊？感觉我没死啊！你小子发达了，这么满满一大池的筑基灵液，外面人看到眼珠子都要掉下来。只有我老人家会对你这么好。这些都是筑基灵液。嗯。你呢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磕头行拜师礼。我呢，就勉为其难，指点你一下。我不要拜你为师。为什么？我都答应教你了，你磕个头很难吗？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想拜我为师啊？我知道啊，可是，一旦拜了你为师，那我一见到你就得给你磕头作揖，这种事我可不做。那我没有师徒关系，我就教你，我们两个算什么？算合伙。合伙？对啊，你想想。你传我斗技和功法，我呢帮你报仇，你出技术，我出人，咱俩是绝对公平的关系，怎么样？你爹把你哥药铺还真是割对了，做买卖是一把好手。本来就是，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？在。但是如果你学艺不精，玷污师门，那我岂不是要跟着丢人？所以，咱们把话说清楚。学斗气这件事，你得听我的，不许顶嘴，不许反抗，我该打打，该骂骂，你要是抵受不住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绝不后悔，我们萧家一向都是诚信待人，一诺千金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人的根在哪儿？根脚下。开口就错。一般人的根在下，修行者的根在上，虚空之处，你把意念集中在这儿，让筑基灵液灌满你的全身。怎么灌啊？闭嘴，好好练吧，废话真多。师爷爷，我一定会练成的。斗气大陆一共有23种地，都是斗帝的精气所化，散布在23个不同的地方。我的异火叫古灵冷火，就是其中的一种。怎么样，想学吗？想学啊，还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天赋。怎么看？试着把你的斗之气集中在右手的手指指尖。我烫死我了！有一点点天赋。可以点火，8级崩，玄阶高级。这套斗技入门容易，但随着斗气的提升，
甚至可以和地阶斗技相抗。八级斗，暗含八种暗力，八重叠加。威力不可思议。萧炎，你怎么搞的？一桶水都看不住，赶紧擦干净。嗯，哎，我说萧炎，听说最近你在偷学五行拳，怎么样，比试比试？没完没了是不是？有本事找魂殿打去啊！哎，我说萧炎，总指望让女孩保护你，是不是太窝囊了？萧炎哥哥，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没事的，铜本就是我自己打翻的。巨灵草水没了，我回店里再泡。萧炎哥哥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也跟你一起去。没事，练你的。就差这一点点，不要那么贪心，这么一点点抵得上外面很多年了。我听说血灵虫对练功有奇效，是吧？这我知道，但怕你抵受不住。来吧。血灵虫可以快速打通经脉，筑基灵液可以提升斗之气的等级，而聚气散可以帮助气血凝结，三种搭配使用，祝你早日成为斗者。血灵虫一旦开始使用，不可中途停止修炼，穿过的时候有如万箭穿心，烈火烧身。一旦开始使用，中途不可以停止修炼，否则虫子停留在你身体里，把你内脏吃光，那你就没命了。收敛心神，物我两忘。疼啊！收敛心神，物我两忘。疼啊！收敛心神，物我两忘。仔细想一想，像你这样一直动，虫子会把你内脏吃光的。我回去睡觉了，一宿一宿陪你练，对我身体不好。谢谢。收敛心神，物我两忘。收敛心神，物我两忘。收敛心神，物我两忘。
请出场。上场，小心！小心而胜！好啊，先生啊！由萧家的萧宁对战加里奥，加油！子弟想要晋级，本轮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萧家有没有应战的？萧家还有没有应战的？爹，让我试一下吧。送你的水，捣什么乱？您让我试一下吧。这个时候你就别，你听见没有？也许打不过，但至少要让他们知道，萧家按比赛流程打完了全场，不会轻易认输。萧家还有没有应战的？萧家弟子萧炎应战。上去吧，不是吗？他好久没有练过功了。族长，怎能不丢这个人吗？像你这样才丢人。听说这小子已经荒废七年了，跑到药铺里铡草去了。萧家为了充数，送个人肉布袋给你打，有什么可怕的？连胜，萧炎哥哥真棒！赛场所有的晋级名单已出，开始进入第二轮
学院排名赛，只要打进前15名的子弟，均可获得进入迦南学院学习的资格。下一场，萧炎对纳兰嫣然。族长，纳兰嫣然是云岚宗的内院弟子，据说已经晋升为斗者，斗气星级最高。哎，这不明摆着是不想让我们萧家人赢吗？族长，这纳兰杰一定是在搞鬼呀！先前在订婚宴上就羞辱我们萧家，现在这分明是让萧炎去送死嘛！你打不赢他。纳兰嫣然，订婚宴那天要不是我不在，也轮不到你欺负萧炎哥哥。这是我跟萧炎的事，这一场该我跟萧炎打。规则上说了，进了前15名就可以进迦南学院。我也姓萧，我也想进迦南学院，我为什么不能上来啊？装好人了，萧家不会领你的情的。嫣然，别忘了你自己是谁。萧炎哥哥，萧老去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萧炎，来来来，少爷。大笨蛋，你替我扛什么？没事的，萱儿，我要疗伤，你帮我护法。嗯。下一场，云岚宗云振对萧家萧可。场排名赛开始，云岚宗云振对阵萧家子弟。萧家还有没有人了？萧家还有没有人了？哎，萧炎，这么重的伤，通过自我疗伤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而且斗之气还这么高。云振是我云岚宗的五星斗者，他绝不可能输给这个斗之气只有3段的小子。此次结果，我判有误。除非有一种可能，就是用了违禁的药物。安静！大家安静！
萧炎，你的斗气突增，绝非常态。你告诉我们，你是不是私底下用了什么禁药了？测他的斗气，就知道了。测他的斗气，测斗气，测斗气。邪者庇护无边无量之神力，你们是不是自愿的？自愿的。引我邪者，可获五百年寿命，有无数神奇法门。若是背叛我宗，你们会受万引噬身之苦。愿行者都是自愿的。喝下去，可就成了魂殿的奴才了。你们想清楚了吗？就这么一推，能生火。我这个有时候灵，有时候不灵，你别问了。
魂殿的人竟然都渗透到这里来了。我们得赶紧回学校，通知长老院。只要能抓住黑白双煞，剩余的人员都还好办。嗯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小言，我告诉你件事，你可不要怕。我有什么好怕的？那条蛇死你头上！啊！学过兵器吗？我学过一点刀法，但是练得不好。嗯，我呢，传了一套道技，燕分尸浪尺。我记得我把门别上了呀。我的玄中指呢？你说什么？你把我的武器带到哪里去了？我不在我这里。在哪里？在老师那里，我拿了，明天给你送回去。明天晚上到城
传法的森林来找我，拿着玄中尺交换你的朋友干儿花粥，你们都得死。武器我给你带来了，把我朋友放了吧。你这个破武器啊，真是够沉的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使它的。你想要的，让我回去禀明宗主，自有恩赐。那你那十几个弟子呢？他们时机不密，被你撞破，斗气也被废，这是罪有应得。萧家子弟回去，倒是给宗主的一份好礼。我会去找他的，不用麻烦。把我朋友放了吧，东西我都给你拖过来了。不跟我走，你就陪他一起死吧。第二式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大人说话果然都不算数的。第三式，我还没准备好。
没事吧？没有折腾你吧？你说呢？都被倒挂一天了，腿都麻了。没事吧？要不要我背你？你的斗气为什么这么厉害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那个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的，别问了。你才刚进城斗师，所以才承受不住经脉受损。真想早日变强，面对强敌，我再也不要这么被动了。别心急，小子，我先帮你疗伤，等你恢复了，马上修炼夜分十浪尺第二式。盘膝坐下。三式的行诀记好了？记是记下了，可是拿着这么重的东西还站在水面上使，这也太难了吧。只要你把内心放空了，什么东西你都可以举得起来。我问你，植物靠什么活？阳光和水。那在没有阳光没有水的地方，为什么有植物活着？为什么下雨可以把一个城冲垮，雷电可以把山石劈开呢？那是因为在我们周围有一股自然能量，它大到超乎你的想象。你要除去你心中的偏见，才能够感受到它。所谓斗气的运用，也就是对宇宙能量的运用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哎，看到那瀑布吗？啊。好，去把它停下来。啊，去吧，可以的。只要你相信它会停下来，它就会停下来。收了你的斗气，不要跟他对抗，把自己想象成一块石头，是一块在地底下沉睡了千年的石头。这块石头现在需要洗个澡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刘小雅，虎家，
薰儿，林薰阳，林薰阳，林薰阳，他平时睡觉不沉，什么情况？林薰阳，林薰阳，他身体怎么那么烫？发烧了。这几天大家都太累了。我可以了，别丢下我。萧炎呢？萧炎呢？我去看看。萧炎哥哥，萧炎哥哥，萧炎哥哥，还有一个时辰就要开打了。萧炎哥哥不开门啊！啊？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萧炎哥哥，萧炎哥哥，他斗气很平稳啊，怎么就不醒呢？这下完了，主力都瘫痪了，他这练的什么功啊？林秀雅估计也不行了。我有个办法，把萧炎哥哥抬过去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他说他能参加，那就一定能参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想啊。林秀雅不在，我们四打五还有胜算。万一萧炎不出战，我又是个废柴，我们还是弃权吧。哎，说什么？说什么脏话呀？抬。像是笑话，就把咱们给笑话死了。这万一要是他醒了，他没在擂台上也没办法比赛呀。那给他抬上来也不能放第一个呀。那我们就变阵，把他放到昊天的位置，我打头阵，你第二个，昊天殿后。这万一要是他醒了，还能帮把手；要是醒不过来，放在后面也没事儿。行，兄弟们早啊。萧帮主，萧帮主，萧帮主怎么了？哼，吓晕了是不是？是。他在练功。现在练功，来得及吗？我大老远看着他们。抬着尊佛爷上来，萧帮主倒是有模有样啊！哎呀，啊！你萧炎，回家吧。
怎么就你们四个人啊？他到底怎么了？还打不打了？他会醒的。要是一会儿他醒不了，你们可就是三个打五个了。你们确定不换人？我再说一遍学院约战的原则：刀剑无眼，拳脚无情。若是在比赛中出现有重伤或是导致他人死亡的迹象，我会出手相救。除此之外，裁判一律不会干涉。好，我检查一下你们的武器。昊天，你的武器呢？啊，这就是啊，攻防兼备。嘿嘿。Thank you.
我帮你打回来。
参见宗主，参见宗主，参见宗主。云岚宗历派千载，宗主代代传承。我执掌云岚宗60年，现在终于发觉，我有一点力不从心。能闭关修炼，让我的修为更上一层，这乃是我晚年之大愿。可惜，现在黑暗将至，我俗物缠身，这个愿望不能实现。如今我找到一位有能力、有资格掌管云岚宗的弟子。云岚宗弟子纳兰嫣然听命。弟子在。53代云岚宗宗主云山，将宗主大位相传于你。邪恶，矢志不渝地将云岚宗传承下去。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云岚宗弟子听令。在。如今，云岚宗一切事务全权交给新宗主，若有不从者，以背叛宗门论处。纳兰宗主之令，莫敢不从。萧炎，拜山。今日是云岚宗宗主新老传承的大喜日子，你来何事？来赴3年之约。少宗主，今日大典，这等不知趣的东西，让弟子们打发了吧。这是我与他之间的一点恩怨，
不如今日便了结。月，我来了。你很守信用。当年你带给萧家的退婚之辱，今日请一并还回来。这三年里，我反复想过，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大概还会那么做。不过伤人非我本意，还请你原谅。你我一战，生死各安天命。来吧，纳兰嫣然。萧家颜面，我爷爷便会强行悔婚。拿出真本事了吗？这么多年天天伪装，不累吗？
小丫头片子竟然精进到斗王了，斗气还真是不低呀、啊，隐藏得够深的。啊，被他骗了这么长时间，是不是？宗主早就知道了，他带艺从师，在迦南学院，在云岚宗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难为他了。小小年纪就作伪这么多年，真是虎狼之心。萧炎，定胜负吧。按照当年约定，我死该跟你为怒为弊的。你早就该想到今天的。是啊，我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这三年我一直都在输。对收你为婢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你只不过输了一次，何必这样？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